是有私交男朋友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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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如果你告诉你妈你即将搬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，例如有多远？西非几内亚？太远了，应该不成不成。今天 I 边惊喜包准备了一个母亲节特别企划，我们要告诉妈妈女儿即将搬去非常遥远的国家，不知道她会是什么反应。那我欢迎今天的主角女儿一炸男友。嗨，哇，看起来今天会非常精彩哦！我们一起，一声音 ，Go！ 非洲音乐世家，音乐世家啊！我来台湾教学生。哦。然后疫情结束之后，你们跟哪里来过？看一下那边。去非洲。我其实人生是自己的，不要太过于看你自己。我如果跳过去，他三个月才会回来一次，这样。你不回来也没关系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因为现在都有视讯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很远哎、欸。很远，我也没想出去玩。那怎么会想到台湾？教苦学生。那、啊、你就每一个国家去跑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好，我们先聊点子。对不起，好，谢谢。我问你，如果遇到家庭怎么样？在我的观念，我是觉得这个人要疼你的家庭好，就是尊重你其他，其他没有。你高兴，他就会很高兴的那种。妈妈很开心吗？妈妈很开心啊。妈妈很开心。你开心吗？我妈，我这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谢谢你，就是谢谢你这么的开心，这么的包容我，可以让我叫去远远的地方。反正就是这样，自己快乐，可能给你那么久一点。哦，这个太劲爆了。这次这个惊喜，你刚刚一进来有没有吓一跳？一开始，有点不能接受，但是我觉得想一想也还好啦。有认识不一定就会结婚嘛。但其实妈妈是一个非常开明、想法非常前卫的一个妈妈。刚刚我们其实在后面当灵验的时候说，啊可以啊，说我们全场说可以，感觉你们两个感情非常好。我们平常在聊自己的爱情观吗？小时候会讲吧，长大就比较不会讲这件事情。那妈妈呢，有没有去幻想女儿的就是未来的对象？每一个妈妈一定会想说，自己的女儿会遇到一个对的人跟疼她的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其实什么地点，然后时差这些都不会是最大的阻碍。这个不会啊，他嫁到哪里我都 OK。哇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个大地球村嘛，你到哪里哦，我们也可以趁着这种机会可以出去国外。我要强调的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个体，有他的自由，他的人生，他要怎么去写他的人生，就是由他自己决定。我没办法去帮助人家。像你们以后当妈妈的时候，我想你应该会放手，孩子就放手你，他才会快乐。你平常是比较恋家，对不对？想说如果在家里，然后如果爸爸妈妈老了什么的，还是可以就近的照顾。但是如果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爸爸妈妈如果身体怎么样的话，我是不是要飞回来？这样会比较。不太好。第一次听到女儿对自己的真情流露，妈妈要放手，你居然能够想到妈妈，真的我也蛮有一点要想要流泪了吗？那我们可以留到私底下流，还是想要现在给我们观众也是可以啦。去厕所点个两下。喂，爸爸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是我男朋友啊，最近交的男朋友。他是西非几内亚人。是。
如果我架构听到你，你可以接受吗？那如果不接，如果不是非洲或欧洲国家，如果是亚洲国家，可以吗？你就先看着吧。我的狗就差一点，